陈氏太极拳世代相传，名师辈出，而享誉当代武林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陈家沟陈氏第十九代传人陈小旺。陈小旺就是四十多年前名震北京拳坛的著名拳师陈发科的嫡孙，父亲陈兆旭也是武林高手。小旺从八岁起练拳，深得家传之奥妙。他曾三次在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获得过金牌，要说是将门出虎子，那真一点儿不假。陈氏太极拳素以绵绵拳独树一帜，此拳有刚有柔，刚柔相济，续发相变，快慢相间，这也就是陈氏太极拳最大的特点。陈小旺的拳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行家评论他的拳滑如泥，黏如鳔，外似棉花，内似铁，动如流水，静如山，各方面都具有陈氏太极拳的传统风格。如今陈氏拳中由松入柔，运柔成刚，虚实结合，连绵贯穿的原则已被其他流派所采纳，而跳跃、跌叉、腾空、阵脚和发手于外的刚劲却是陈氏太极拳所独有的。